知道哪个妖孽用法力把我困在石头里了，连带着岭上的石头也成了精。那边的山洞里有只石精，怪得很，他身上一定有些秘密，弄清了原委我好脱身呢。哎呀，石头成了精，此事非同小可。你这娃子真好骗，我可算是弄到这宝贝了。你咋还没走？你不会是想要回这宝贝吧？不害臊，你快走！本事不大，身倒平安。别滚开！不害臊！别滚开！不害臊！狗日的，真不是人！非要跟我死！还想要宝贝吧？赖皮不知羞。那这样啊，我也不能白给你，过会儿再来拿灵玉来换。甭急也得让我准备一下吧。